从很更早这样已经经历过12个小时了。哇塞，已经经历十二小时了。其实大家有些人就会觉得说，这些庙会的人啊，有一些比如说可能就不是这么 OK， 但是你可以认真看出每一个现场的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是非常认真负责的态度在完成这件事情。对，因为想要把这个盛事啊，给台湾妈祖文化节办得更好、更圆满，帮这个文化一直推广出去，让妈祖啊可以让大家存在心里。也记得哦，来到南方有注意要来家参拜哦。是。好，虽然我们现在活动即将接近尾声呢，但现场的人潮依旧不减，还是非常的热闹。在这边再跟大家提醒一下哈，明天在府中广场，我们刚刚看到我们右后右方的部分，那边会有设置任标杆，妈祖的神尊会停放在那边。明天的9点、11点、下午1点、下午3点会定时发放。
全部放在这边。没有客，我觉得我们应该就是用我们自己的方式跟角度，希望让自己的妈祖文化呢传承给更多人知道，让他们觉得，让他们认定说妈祖文化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我跟你说，感觉不是我龙丹东什么都可以的，对，真的。有得啊，就是将军啊，大娘就是上火车，来到咱就是台湾南京国会现场的四将，下落炮灰，咱将军下落的大军哦，咱的骨髓下方哦，咱妈妈。那刚刚好朋友呢，帮我往后最后两步的作为工作人员的指示，感谢你们在看看热闹的同时呢，也要注意安全。近距离的可以看到那个圣母的圣像。其实以往我们
实也送给大家的部分呈现给大家。是，人家说语言都有这种渲染的力量，渲染出去。希望借由意大利南北台湾妈祖文化节，南方节日中方有嘛，这个慈恩盛世啊，是让这个板桥进口可以更加的平安，更加的顺利。感谢我们所有的乡亲们，感谢你们辛苦了，今天也辛苦了一整天，从早到现在大家依旧精神毅力，真的非常感谢你们的付出，谢谢。我相信现场有真的从早上开始在拜庙到参与这个整个入关的过程，甚至在里面等到看到入庙表演的结束啊，是，如果有全部看到完了，给自己一个掌声。